我这不人呐，是的，你看，我上哪？段延波，段延波是人呐。咱为着要找乌弟来相容，大家下话这个所在跨卡跳过，偏偏这个所在就是段延波。人这个所在本来就是这段延波啊，咱嘛讲为着咱兄弟来这跳过了，你搁叫人改一个名。太结掉了，有影这个家不再是怎样，心乱如麻。如果看到段连波杀你，我想到了一件事，想到五弟，五弟应该……哎呀，大哥哎，你顾了伤济啊啦！咱一路上不是探听到真清楚，爹娘哦，甲张大弟哦。已经看得够相容啊咧，凭我底身的本领哦，是比咱这做鬼的大兄搁较强呢。即摆搁加上哦，顶爷搁顶大弟哦，伫咧帮助伊哦，绝对无代志，你放心啦。你杀死我的表弟，你还阁会记？今仔日，我要为我的表弟报仇。阿姐，王爷，金毛，从别收起来，文王要向四弟讨回两钱之仇。是。别个同，用晋天宫收我两钱。我有讲过，我们还有两百十来钱，来人啊！
丈夫的专心用尽，既然还未死，我来。伊甲五弟哦，敢若亲兄弟啊，敢若爸仔囝嘞，即
卖搞这死的代志啊，到底唔通让伊知影。上帝甲五帝本来决定伊个八月十五要成婚，竟然伊死了也无问我。伊搁一个查某囡仔人，今日想袂开发生什么代志。地主吼，咱嘛是来温暖伊呢。哥，咱大人哦，甲阮五帝哦，因的感情哦，手足情深。伊哦，佫有淡薄仔自大的个性，嘛是着爱甲伊骗，通互伊知影。骗无意思，毋捌讲白话。即摆却要对遐侪人问我，实在是令爹莫为难。就是我嘛做袂到，恁做袂到嘛爱做到到。恁回去倒来看卖，看啥样哦，你就知影啦。老爷，你已经两工一暗拢准备食物件，你嘛吃一点仔烟都袂好。五弟无倒转来，我吃袂落去。秋怡，金仙姐姐，你免劝我。我阁无倒转来，我连水嘛啉袂落去。大大哥，你自从来到上地去，拢无食到一点仔物件，一定一点仔烟雾袂好。我吃袂落去。恁两个故意啦？恁讲唔敢斗帮忙？我不但无地死哦，恁恁三个都活袂落去哦。是的。大人，大哥，我已经找爹娘哦，甲丁贤爹倒来啊咧。那古迹哩？你们家见过大人夫人？爹爹，丁贤爹，秋莲公，你去找五爹，要找有影无？丁贤弟，秋莲公，你去找五弟，要找有影无？爹娘，你讲你有从小老的机关大甲，一定会当保护阮五哥平安无代志。大妹，真可惜，爹母慢去了一步。哎呀，爹娘，你袂晓讲啊，你就莫讲，和丁贤弟讲嘛，丁贤弟，去讲啊，去讲啊。真是太惨了！我是死啊！哥哥，大娘，你们不好意思，我讲我没事，我只是想听，我爹没事，我去寻了。大哥，大娘，你讲得对不？你讲得对不？
咱大家拢袂放心的。啊，公廷来去到什么所在去救命伊？代理，罗大哥，秋丽，您尽管放心，我保证，三天以内一定带五弟回来见你。